是啊。我们现在准备要做好了。好了。好多菜菜呀。对啊，这是我们特地做给你的。哎，你跟乖小，你跟乖乖一样，你们两个都穿红色的。你们怎么都穿一样？那乖乖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在烤蛋糕吗？加一点水，加一点水，酱。小乖在洗那个面包，吴心怡在煮火锅。哇，会粘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你们两个好像老板哦，是宝贝老板吗？